啊，竖着拍一张啊。竖着，嗯，还是你专业。好，哎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张，一、二、三。谢谢，谢谢哦，哎呦，再见。外滩，外滩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走一走。哪怕是吃个罗宋汤，也得切呗。车不让走。那行吗？外白豆，外白豆，那个是俄罗斯领馆。他和你到时候本质上要有个题目的，就是你回国做了这样，所以你 要把题目。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领馆的上面屋顶好像在装修啊，在风前我们已经看到它已经在装修了，那可能是风因为风控的原因，两个月了没动工，现在又开始动工了。看那。有工人在上面啊，外滩有没有长草啊？没有，我想即使有的话也会铲除了这个草，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网上那个图片的那个长草的是哪里的，是那个北外滩，是那边北外滩的位置，那个位置拍摄的话是正好对到这个陆家嘴这块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草那个长草的其实是在那块啊，那边的话基本上就是市民，就是上海市民或者在附近的话会转啊，一般人不太爱去那边，都是在外滩这边。如果是游客的话，基本上是在外滩这边玩的。当我们看到有一次一个医务人员撤离上海的时候，看到了个别的草，但是个别的，因为在外滩的话，其实有还是有安保人员，包括一些防疫工人还是会有。看到这个有什么想法？我有很多的想法。我想他们也不会知道上海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吧。昨天晚上这里很多人，很多人。因为外滩还是具有代表性的，那么今天是上海解封的第一天，那么在上海封城的前一两天，我也来到了外滩拍摄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，就是当时的人呢，我们现在从这个目前我目所及的地方看到的人，游客比在前一天要多，这说明大家
憋坏了。啊，上海的金融中心啊，陆家嘴金融中心，经过这次封城以后啊，两个月，它还会像以前的繁荣吗？我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今天感觉还是有点闷热啊，可能是快到梅雨季节了，身上有点脏乎乎的感觉，风吹的身上还是蛮凉爽的。两个月啊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可以请你帮我们，我和我朋友拍个照吗？啊，好。我看你拿这个应该很会拍，就帮我们。你们关了多久啊？60天啊。60啊，你们。61啊，就是从。啊，对对啊，对，一样的。好，准备好啊！哎，1、2、3，再来一张啊！1、2、3，啊，竖着拍一张啊。竖着，还是你装的。好，1、2、3，再来一张，1、2、3，谢谢，再见。60天，对，那个主席跟我们一样的，60天。我们看到那个花。在之前还是有的，现在好像长得还可以。找个镜头到这边来，中山东一路，昨晚这里挤满了车辆，私家车。我来说明一下停车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我关了两个月嘛。那么在每次在做核酸的时候，我就会下到楼，也不是每次，就是大概是半个月就启动一次，让它电池有个回电的一个状态。还好我用的是一个锂电池的一个电瓶，它的电就不会像那种磷酸电池那样的消耗快。所以我的车基本上还保持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电压状态，然后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一个常识的话，可能就会
车辆启动不了，搞不好就去换电瓶。其实搭一个电就可以，可以点着啊。那我的一个邻居就是他的车，因为是一个老车，他放了很久没有启动，导致他的车完全启动不了。后来，我也备了一个，备了一个那个就是应急的一个电源，也是一个锂电的，因为锂电它的消耗不是很大。你像我那个锂电基本上不用，放了一年的话，我那个电量还是很足的，比较充足的啊。然后就借给他了，然后打着了，他非常感谢，最后还送了我的那个腊肠和腊肉给我吃，他都是他老家带来的，非常感谢。啊，不然的话他到外面去，这是南京路，南京路步行街，不然的话他到外面去启动一下，不是换电瓶，可能就要搭个火的话也要花掉。100块钱要吧。这一段是人比较多的地方。上海解封的第一天的外滩，看到还是有很多的游客。这个对面是陆家嘴，昨天晚上这里还是挤满了人的哈，大家都在欢庆。现在做不是每天都可以做，每天那个。非常多，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，啊，祝大家，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，祝同学们节日快乐。大家关的时间太少。这就是中山东一路啊。解封的第一天，好，刚才我在录一个短视频，上海管。哎呀，闷死我了，我还是把口罩摘吧，闷死我了。这么好的空气呼吸一下多可惜啊，这可是自由的空气。我摘掉口罩了，啊，好新鲜的空气啊。戴着吧，你不戴可以，但别人看着你不戴，会
会有一个集体性啊，因为大家把这个奥密克戎描述得非常的可怕，那我们也知道实际它的危害性很小。所以大家很明白这个事理的人，大家都知道并不是病毒的可怕，是所采取的一些方式吧，方式的一个可怕。针对这个2000多万人口的一个大城市，你应对奥密克戎的话，你些即使你建一些方舱的话，你很多的情况是无法达到一定的标准的。当然也有好的，那也有很差的。那么当你查到阳性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去方舱如果去好的话，条件好的话，那当然是很好，心情舒畅。那不好的话，大家心理上就有一个障碍，大家就害怕被染上。那实际上如果是按照潜伏期3天潜伏期的话，那么你在家里3天的一个静养也会好的啊，因为我们从各种的一个医学的一个临床实验看，奥密克戎的危害性和那个流感相比，需要危害性小很多，但是传播性很强。那么，对啊，传播性大的时候，你没办法去制止它。但是你每天每天的去核酸检测，给你休养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么一旦发现阳性，就被你拉到方舱去。那方舱条件不好，就会很多人就很抑郁。所以大家害怕的不是奥密克戎。外滩人还是不少的，好了，我们就往回撤吧，往下面去看看，去看东二路去看看。虽然关了两个月，也城市也很少人打扫，但是上海依然是很美的啊，依然是很美的。但是它的繁荣会不会回到以前？不知道，希望吧。上海太冷，外滩牛，还能牛吗？不是给我姐。
看上面的字啊，援护抗疫的同志们，致以衷心的感谢。也就是说，上海封城就是周边各省，包括其他地方都来了援助队，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太大了，人口也特别多。你光上海自己去啊做防疫，做这种抽样检，就是这种核酸检测，包括一些检测的话，是完全是忙不过来的。所以需要周边省市的人过来帮助。还有人去银行，好像这里一个厕所要扫场所码吗？好像不用。哦，不用。几点了？9:45啊。这是上海解封的第一天，6月1号早上9:45，刚才去了一下洗手间，因为这个洗手间不需要场所码，所以我就进去参观了一下。刚才我们在那边的话需要场所码，比较麻烦，这个没有。然后我们进去的话人也不多，就大家来外滩的时候去上厕所不用扫场所码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继续拍。中国外汇交易中心，现在外汇的一个交易啊，并不是那么的大额的受到一定的限制。
摘个口罩，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。这边人少啊，也是。还是有不断的有人前往外滩。就是腰呢，这个说明饭店，我关注的一位客人在里面关了两个月了，他前段时间就发下短视频，后来就进行一个直播和大家一个沟通，因为他是一个人住在那个房间里，我想肯定是比较闷的吧，他需要一个沟通，需要一个互动。上海还是有它的魅力的，还是有它的魅力的。连接的商店有些已经开了，以前进商店是需要出健康码，现在变成了场所码，行程码以前是啊。这个是跟它的跟核酸以及你去过哪个地方，如果这地方发生过找到了那羊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有一个记录吧，然后就顺着这个线索帮你找到。所以这商场还是开的啊，我们看着这里。此单位为非保供单位，严禁私自开业，严禁私自线上线下的经营，严禁居民线上线下的购物，禁止快递员取代，一经发现违则，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及人员的法律责任。5月7号发的，那就是说在封闭的这两个月里面，它是不能对外的一个提供物资的买卖物资的。那现在今天6月1号，那么解封的第一天，我们看的那个已经撕掉了，那就已经可以，星巴克已经可以对外一个营业了，都有。那实际上贴的这个问题是有用吗？因为所有的人被管控起来了，它主要是防的啊，对啊，商场也是关闭的，因为没有人员在里面，它不就关着了吗？有用没用啊？这个防快递，你店都不可以快递卖了，
我们要去对面对岸了。六七三，不跑了，跑不动了。中山东一路啊，这个是外滩的一个主要干道。和往常比起来的话，车辆并不是很多。是，以前这里车是车还多。外滩的一个停车场，停车15块钱一个小时。来外滩旅游的话，这个停车场还是不错的。它是一个长条形的，从那个灯塔那边进，然后从这边出。谢谢。光大银行啊，农业银行、工商银行、招商银行、中国银行，这一路都是银行，外资以前都是上海开放的时候这个外资的一个入市公司所在地，但是经过这次疫情以后，这个封城以后，有很多的外资、外企、外银行都考虑要离开上海。因为他们也害怕再次可能发生的封城。我们走这边吧。益丰外滩园，那个益丰外滩园是个商场。也关了两个月，当商场要关两个月的话，它是非常难受的。而且它的资金链也要断裂，非常难受的。关在饭店的人，那么他们这个费用啊，两个月的费用怎么算呢？如果要客人算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支啊。半岛这边，每年圣诞节的时候，这里最热闹。外滩园一号，圣诞夜就在这个圆明园路。
四十四十可以。这是啥？做核酸。做核酸。我们看到前面又有做核酸的，过去看看吧。这些地方，大部分是那个，大部分是那个老的一个住宅的一个地方，他们，所以他们住的地方就比较密集，就很容易导致感染。进入商场的人都要扫这个穿透码，进入商场的都要扫穿透码。检测核酸。这是做什么？做抗原啊？我们就近上班，他要排队做抗原，才能进去。好的，抗原啊，谢谢。商场里面的员工上班要测抗原，抗原比较快了。抗原的话，我看那个价格是，自己要购买的话就是，降到5块钱。降到5块钱，移动也要排队进去，排队进去。刚才说了，抗原检测比较快，因为当场就可以看到。核酸的话，你还得有一个时间性，因为它分析嘛。坚持路，这个相机的电池快用完了，我得换一个电池再继续拍。